差一点，就差一点牵制住我豌豆射手。不要，还好。不。又来了又来了，还好樱桃炸弹梗力还能有诅咒雷。小鬼头觉得这关通关的希望还是蛮大的。僵尸突袭的好快，这樱桃炸弹怎么用呢？算了算了，让小推车解决吧。只剩最后一波了，希望就在眼前。这些僵尸真的狂妄，脑袋没了也要往前冲，天真。就差一点，差一点就赢了，为啥呀？那么小老大们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了。